我去姐的事务所看到奇怪的文件，该不会生下我的亲生父亲就是骗我们家的那个骗子？你的生父是无辜被别人冤枉的。爸，不要一直说这种话，请把真相告诉我。德林，德林是让你们家破产的骗子的女儿。是啊。所以才会把德林赶出去吗？我们谁把她赶出去了？知道德林是骗子的女儿的时候，打击最大的人是我妈，我的家人。不是，打击最大的人是德林。我是个外人，现在这个时候依然爱着德林，比你的家人还要更担心德林的外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乘着歌声。